容祖儿现身一个手表活动，问到祖儿是不是守时的人啊，他就说都算是的，尤其是拍拖的时候都会很守时啊。拍拖的时候又会不会守时呢？尤其是刚刚拍拖那段时间呢很准时。咁而家咧，而家唔准时啦，系咪？而家就等下先啦，唔系，唔好咁讲，即系会冇使咁等噶嘛。以前好多要等啲噶嘛，而家老夫老妻咁嘅感觉啦。唔好讲呢啲名词，唔好讲呢啲名词。系啦。咁最长等你几耐？唔系，同埋啊，咁又冇好长。好长。一个钟都唔系长啦。个半钟咯，有冇咁长？几多啊？最长你试过？我有冇发过你？两三分钟。另外，近排咪唔少女星都宣布结咗婚同埋有咗 B B 嘅。问到 Joey 可唔可以接受未婚怀孕啊？佢嘅答案都唔系好肯定喎。我唔敢保证话我一定唔会，或者一定会。但系我又唔想咯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啲嘢系次序嘅。虽然我个人都唔系好守规矩，但系咧，譬如有啲嘢系必须要。即是守返個次序的咁樣，傳統的始終我都是。求婚啊啲咁求婚呢個唔係我嘅，即我覺得應該結咗婚先有 B B， 即家庭咁有家庭先有小朋友。係啦。